来回应刚才我们所听的信息，好吗？好。一切反应好吗？好。感谢主，今天我觉得今天的所讲的这个信息很感动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在你面前受了苦，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真理与我们同在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祝福。